止呢？为啥变成防爆了呀？这是 bug 吗？这是 bug 不？我到了。杀剑魔，剑魔下不去了。一换一，剑魔不亏。一换二，剑魔血赚。再来把多兰剑，我的，来个黑焰封印。只有心怀恶意的人，才有必要惧怕光明。还有六分钟开奖啊！现在办卡抽奖，只有十一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。邪恶滋生之处，就是我的目的地。让我译一下，破的骸骨。剑魔这英雄前期如果想打他不太容易，锤锤往前走，锤吃药，锤锤三嘴巴子，三三扎。直接扎死。挺身接受你的制裁。耶，他居然复活了。谢谢心心相惜。他为啥怕我看不懂。那天使一击跟剑魔打，剑魔怕不很正常的事吗？本来剑魔也不厉害呀。一级天使很厉害的呀，我们被动直接加攻速，每一下加7%，最多叠5层，武器35攻击速度。我一级能带斩杀，然后我带的强攻，他有啥不怕的呀？你等级高了，我打不过他。一级剑魔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有什么不怕的？肯定得怕一怕。一级猴子呢？猴子打天使都不一定能打得过。扛兵。而且我们这天使，对呀，我这天使克制恶魔，正义必胜，就是皮肤难看了点，这皮肤白送的。剑魔怎么没了呢？先打到骸骨一会儿啊。走，查眼儿去。我马上到6了，你不急吗？你不急吗，兄弟？医一下。我觉得你应该急一会儿了。
我马上六了啊！等我到六了，我们就优势了。现在还是军事稍微。游戏结束。我起飞了，长翅膀了。我的炮车，哎哎，快点让我打一下，黑暗退去吧，吃塔皮啦，抽一下一下点点 W 再点点给大招炸，算了交闪吧，哎不能砸我啊，攻速有点慢呢，不行，这得赶紧来个皮孩了，攻速太慢了，走回家，挺贵呀，这蜡石之牙有点贵，哎呀这红 buff 也没人要啊，关键是螳螂，而且这英雄吧不需要红，走把红打了去，这奥纳夫居然把你红偷了，兄弟，真的，我指定引不了。身为你的好兄弟，我一定把他蓝也给偷了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奥纳夫过来找我来了呢。没关系啊。拿了个双 buff， 剑魔，哎，好啊，奥纳夫要过来打蟹，我们把他杀了。他居然不打，我服了，哎呀谢你都不打，还有这剑魔到底怎么回事啊，还来不来了，剑魔那我不推了啊，你要是一个刀不补，我可不推了。抽一下，点，直接上来点点点 Q 点点点演绎。赶紧升十一，哎不知道他有没有传送，啊他有传送，那我把药吃了吧，
收一下。有所保留的人，就是做。四个兵。没事，他瞪我也没关系，无非就是被塔砸一下。我要吃你塔皮了，小伙子。走位。哎呦我操，我有一种要死的感觉呀，我可不能死啊。走了，回家了，我们赶紧出个蜡石之牙。出完蜡石之牙，我们就无敌了。正义之路由我开辟。羽翼煌煌。好，我宣布我已经无敌了。生注意啊，刷刷刷，看来月塔肯定是不行啊。刷，哎，致命点烟，刷。有蛤蟆，把蛤蟆收了。蓝有没有？赎罪的烈火，你将我洗礼。这峡谷先锋也没人打呀，我看，那我打吧。现在谁在那里安斯大宝宝啥的乱七八糟的都没用，因为我们已经无敌了。我这天使这个发育抠一下，刷刷，上高地了，放个峡谷先锋，不用害怕奥纳夫搁下路呢。这边最多就出来个剑魔，我们把兵一清，直接上高地，没人管就拉倒。高地可没了，小伙子。拼无敌，刷刷刷刷刷刷，加血刷刷，再见刷刷，操！
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Like a 峡谷制造者，换一个什么呢？我想出帽子，但是出不出来呀。查一查，这天使出什么玩意儿呢？出巫妖吧，来个巫妖。兰博1000块钱呢，这兰博。刚也是我没回家，我要回家了就好了。走去中路，算了，不去中路了。我们主要还是以自己的发育为主啊。这不需要。谁的传送？顶多是剑魔的传送呗。唰！扣一下。唰唰唰！加速唰！扣一下唰！给大招！唰唰！点燃唰唰！1000块钱。哎呀，人真多呀！来耀光吧。差一点点，我没拿着这1000，我拿着这1000，我就直接巫妖了，让螳螂给我掏死了，烦死个人的螳螂，抢人头。哎，对了，应该出羊刀，我给忘了。出羊刀，出帽子。奥纳夫挺不怕死啊，我发现。有人说这没伤害，那天使的英雄又不是爆发伤害，直接 W 扣刷，操了，没有大海呀，气死个人呐！这兰博真是狂妄啊，这兰博这他都敢上，我是真没想到这兰博这敢上，知道吗？真是狂妄，这个兰博。俺们家俩人他敢上，小伙子不简单。我们赶紧升16级的，啥别管了，赶紧升16级啊！从现在开始不要管他们，一切的目标以我们16级为基础。把木腰做了，做完以后出羊刀，羊刀完事出帽子。没到我的发力点呢。来，先把剑魔宰了。哎呦我操！大龙别丢就行啊！
马上15级，距离我们的16级又近了一步。所有的经验我们全部都得撕，现在啊，所有的经验给你来一口，来，兰博打人真疼啊，给大招刷闪现，刷刷刷刷刷刷刷，又不是我的瞎当，哎呀，气死个人。那回家了，马上16级了。大龙，其实你要说刚才这大龙也能打，还是攻速太慢了，没感觉，攻速有点慢。等我16，这英雄玩的真累，必须得打到23分钟以后。守基地啊，别打，我的剑刃名为义理，永恒燃烧的利剑。羊刀，下路的别人给我吃，别吃经验啊，马上16了，兄弟别吃经验。就都妈的，我差20%多。游戏结束，中团。只有罪人才是王者。给我个红 buff。 正义凝于剑尖，犹如剑光石火。刷刷刷刷刷刷，给你来一口，来中团。哎呦我操，给大招致命点烟，刷刷打大龙，只有正义可以踏上不朽光明的道路。跟我打大龙，来打大龙啊！你干哈呢？快点打，快点打，快点打！别管那卢仙，快点打，死就死了，还死不死？我把他红拿了，他生气了，这不是他的红啊！注意你的措辞，这不是他的红。抽一下，刷刷刷，4个人我打不过，3个人还行。刷刷，
黑大可以，好勾 W 溜刷刷烫死 nice。小龙，我说了我无敌。维恩好像有点装啊，刷刷刷刷刷，得大招，长得给我烫死了。小龙拿了可以，有蓝 buff 吧，没有大呀，没有容错率，不打了啊，不打了，下边再打。先回家美甲窃魂卷，然后一会儿把美甲窃魂卷卖了。我这吸地太慢了，我没有吸地，吸什么地？吸地这啥也没有了呢，中推蓝不要了，来吧，好勾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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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咋刷刷刷，维恩呢刷刷我杀刷刷刷，你好毒，你这个毒瘤，哎呀，我 E 都出去了，撤一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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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状态了，兄弟们，来加个血。哎呦我操，我600多移速，打个红再打个蓝，冒着是不是会比这个美甲窃魂卷法强高一点啊？回家看看帽子加多少，现在是464。我们也可以直接把这皮鞋给卖了，要我说，我想想啊，这皮鞋卖不卖？嗯，没有皮鞋，我们的移动速度是多少？是426。不行，猫着没移速。593，442，472，巫妖卖了，巫妖加移速啊，哎，冒着吧，冒着就不用换了，冒着，挺纠结呀的，挺纠结，挺难受啊。没有羊刀就没有攻速，没有攻速就 A 不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完了完了完了，团灭了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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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漂亮。奥纳夫头真铁呀，往我脸上冲，他都打不过我，关键是，他打不过我。